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，古木参天，树叶繁茂，森林群落组成丰富，结构错落多姿。即使在冬季，也是千里翠绿，万木峥嵘。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。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，在这颗星球，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。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，活动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。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。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，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。它们吞食果实之后，经过消化吸收营养，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。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。海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，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。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。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。雨林中，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，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，互相依存，缺一不可。